这边的话依照吃法顺序为你做摆盘。第一个的话是西班牙的迷你海鲜串，然后接着的话是一样是我们米其林的料理，这是蟹肉沙拉。那接着回到我们日本的单人料理，是白色的这个是我们的春高丽盐昆布。那接着是我们竹片上面总共会有三道不一样的料理，白色的话是我们的山药，那粉红色的话是我们的花瓣百合根，那长的话是我们的西芹甜色组，那最后的话是我们的灯单招牌料理是鲍鱼豆腐。